你在期待些什么？顾客就是上帝，想要我背叛上帝，除非地加钱。开始介入支援，我们早已踏入风暴。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看来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援助来得很及时，胜利的法则已经确定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只见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一切都是星辰的选择，渴望着星星奥秘的钥匙啊，向开拓者们赐予你真正的祝福吧。偶尔也该认真一下，来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进攻是最好的防守，规则就是来打破的。我一向关照朋友。漆黑的虎哥大人驾到，让开让开让开！棒啊！准备好释放自己了吗？不管是反抗、摇摆、沉沦，都将能成为我的家人吗？施瓦罗先生，命令执行。这份力量的沉重，你一见识一下星辰粉碎的样子吧。生存还是毁灭，你别无选择。我以冷道之名，历经冰雪，铸成此志，永不终结。随蝴蝶一起消散吧，旧世的幻影。早点给你个痛快。我想你可能还不明白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当然也包括我在内。